辩委员发言。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邱文燕、郑汝芬、林昌敏、王惠美、田秋瑾、张晓峰、陈碧涵等26人临时提案，鉴于台湾古堰有一府二路三艋角的发展历程，鹿港地区不单为台湾重要港埠和文化重镇，彰化县自古以来更为台湾航运贸易、渔业养殖、农业生产、文化观光等重镇。近年来政府赴规划中部科技园区，筹设推动交流产业、产业有加的构想，但最近有关白海豚保育湿地化者、农业用水和科技园区转型等议题迭生争议，为促进彰化县能兼顾经济、社会与环境之永续发展，予以有全盘和整合性之规划，以避免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。原此建请行政院负责召集统筹相关部会与事宜，通盘检讨与含经济发展、自然保育、中科四期与水资源运用等现有相关计划，并以彰化县全境经济建设、生态保育、环境富裕、文化保存和观光休闲等发展方向，紧速提供彰化县永续发展。